这次来到向世界之称 Incredible India 不可思议的印度，我们要带大家看见不一样的印度。这是一个国际会议现场，但是从世界各地前来专案报告的代表竟然是儿童或青少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快来看看国际改变世界小推手同乐会。 Welcome to Be the Change Conference 2030。 在各国小推手的报告中，我们即将看见很多改变社会的力量，很多让生活更美好的故事，跟着我一起发掘吧。 Jack, follow me, follow me, go!河滨学校是一个很特别的学校，在这里办国际会议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一天傍晚，陆陆续续有来自国外的宾客抵达学校，准备参加为期三天的 Be the Change 国际改变世界小推手同乐会，学校顿时热闹了起来。国际年会啊，总共有19个国家来自世界各地哦，包含什么瑞典啊、丹麦啊，还有非洲的新巴威啊，或是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当然我们台湾队也有来到这边哦。哦，好热闹哦，宛如是一场万国嘉年华，耶、yeah! ！Welcome。Be the Change， 简称 BTC， 意思就是让自己成为改变世界的小推手。世界各国的孩子要来分享他们自己的创意行动挑战故事，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问题，又用了什么方法来改变世界呢？哎呀，这一看，这个脸孔一看就知道是我们自己台湾人啦。大家好 ，Hello。这一次来分享全球孩童创意行动挑战的台湾队成员，是来自台中建功国小的玉祥跟志奇，还有一起陪同的小何老师。听说他们的创意行动挑战主题是幸福来敲门，我很好奇什么样的行动可以让幸福来拜访呢？而小时候也是一个超级行动家的沈心凌是这次台湾队的代言人。 Hello, nice to meet you. 台湾队的玉祥跟志奇在认识印度河滨学校学生之后，马上又认识不丹队的两位小男生，可能是年龄比较接近的缘故吧。接着，河滨学校的学生们为大家献唱自己今年创作的《Be the Change》主题曲哦。而所有表演的关键字都是 change 改变，不断提醒大家改变的力量。每一个国家代表队呢，也要准备一段小表演，告诉大家呢，我们是来自哪里，然后把这些特色呢都分享给大家。我们台湾队要表演喽！台湾队将国内热门电影主题曲加入舞蹈动作，没想到在印度同样大受欢迎，更让现场所有人一起互动，大家都跳得不亦乐乎哦。就在精彩的印度美食当中暂时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啦、啊！你看看每个人都戴上这个甘地的眼镜，还有这个 I can be the change 的这个帽子，希望啊明天的大会当中可以听到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分享他们这一年当中到底做哪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敬请期待啊。第二
天即将要进行 BTC 的重头戏，也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团队要跟所有人分享他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创意改变行动。他是 Kate 许新伟，是 DFC 同心创意挑战行动在台湾的发起人。这次啊，要请他带领我参与这个国际盛会哦。不过啊，要儿童改变世界会不会很难啊？有没有什么 paper 呢？当你刚走进来，有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标语，上面有写到说，Feel, Imagine, Do 跟 Share。那这个的意思就是 DFC 呢，每一个孩子只要参加这个活动，就要经历这四个步骤。哦，那四个步骤到底详细是怎么样发生？好，第一个步骤呢叫做 Feel， 感受，感受一下你身边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大可以小。然后呢，第二个步骤叫做想象，Imagine， 想想看说这个问题呢有什么方式可以去解决它。然后再来嘞就是要 Do。不管怎么样，就是要选一个方式，然后去做。那做完了就好啦。对，做完了之后呢，当别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跟他 share？ 你会跟他分享说，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怎么样解决的？所以今天 BTC 最主要就是分享他们所遭遇到的问题，并且他们怎么样去解决，没错，对不对？等一下，小兵，上面这个是你吗？是啊。你为什么那么好？为什么有海报在这边？国际讲者今天大概会讲述什么样的东西？今天我一样会讲我自己的生命故事，就这12年来做公益的一些心得。那 We Can， 所以你等一下会紧张吗？有一点。真的吗？啊、除了心灵有个人海报之外，所有即将会上台分享自己的 DFC 改变世界行动的发言人 ，BTC 会议啊，也都准备了每个人的大头海报哦。就连来自台中建功国小的志祺跟玉祥也不例外，让我来帮他们加油打气一下吧！加油！1、2、3，叫叫叫 ！BTC 大会呢，最主要就是让来自各国的同学们呢，分享一下他们之前感受到了什么，并且努力做了哪些改变，顺便呢，也听一看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伙伴们呢，他们到底也做了些什么。大家呢都是各国选出来的精英，我想待会一定是个很棒的经验交流。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Be the Change Conference 2030. Yeah. 在河滨学校同学们的开场之后 ，BTC 国际会议正式开始喽。河滨学校的同学们还以活泼有趣的戏剧以及热闹的舞蹈，展开为期2天的 BTC 会议活动。I can fly. I can see a bullet. I can shoot best out of my hand. 他们的开场很有趣耶，利用一些超人啊、蜘蛛人啊那些我们电影上面的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来凸显，其实如果这些人物他没有了这些装备，他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一般人。但相对于这些各国来的这些同学们，其实呢，他们虽然看起来只是一般人，但是他们其实真正才是超人，他们有力量可以改变这全世界。Sameer, have you ever imagined?That when you play, you're not thinking about playing, but thinking about being safe. Safety in a playground? Yeah, I mean, let's imagine. Dale gaya de, ho gaya. Jaane to jaana. Hey, Sameer! Sameer! Open your eyes!You know, I never imagined this, being in a playground, falling and you coming like this. If it seriously happened, then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Let's see what these kids from Gujarat have done to solve this problem.焦帕学校的水井坏掉了，他们觉得那样让小孩子在游戏场地游玩的时候很危险。他们集体讨论可以做什么改变呢？我们要
是他们邀请社区所有人，请求他们捐钱来盖一道包围水井的墙。居民们分别捐出1000, 500, 100, 甚至50卢比，也挨家挨户拜访居民进行募款。接着他们开始工作，做完所有事情之后，他们都觉得很高兴，也享受这整个过程，而学校也为他们感到骄傲。同时啊，他们也让其他学生相信自己可以拥有改变的力量。分享者他们先透过一段短短的影片告诉会场的所有观众们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呢再上台接受两位河滨学校的同学们当主持人来访问他们。那也许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台湾并不会遇到，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到说哎，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我想这就是 BTC 的大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只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偶尔我们也要去看看其他人遭遇到的问题。 And I would like to invite Ivan Jonas from the Victoria Manzu School from Colombia. 伊文跟伙伴们看见学校附近有废弃轮胎堆置，会在户外燃烧产生有毒气体，甚至啊滋生病媒蚊，这关系到社区居民的健康问题。他们讨论之后决定先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无论在校园内或校园外，改变会造成环境负担的态度跟习惯，开始将轮胎回收再利用，把它们制作成再生家具，放在学校里的休闲空间，甚至每个角落。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寻求环保团体的协助，将行动公布在大学公布栏，甚至拜访社区领导者，让社区居民能够凝结同样的环保意识。借由他们的号召之下，他们成功改装100个架子轮胎。重建坏掉的水井，赋予废弃轮胎新生命，证明 Disciple Change 并不是要孩子们进行什么样不可能的任务，而是只要行动就可以做到的改变。在国际小推手同乐会中，大家分享着自己完成的创意改变行动。像这一对是印度的聋哑学生，他们发现在现代的印度，还有父母亲相信聋哑的孩子是因为中邪的缘故，于是祈求黑魔法来治疗，而且啊不让孩子接受教育。这群聋哑学校的学生就去说服这些父母，让他们知道聋哑的孩子们一样有权利接受教育。而来到现场的同学还表演了一段趣味的双簧演出，这么大方的态度真的让人佩服哎。来自美国的三位高中生觉得自己学校的中辍生比率实在太高，而且啊大多都是因为吸毒酗酒的关系导致，于是三人设计 Parent Night 营队活动，邀请同学们设计认识印第安传统的课程，教更小的小朋友认识自己的文化，借由这样的活动吸引同学们回归到校园，而他们也真的做到了。BDC 国际会议安排在会议场中分享各国 DFC 创意活动，而在会议场外也安排了许多希望造成大家观念有所改变的体验活动，一起去看看吧。如果啊你的家呢是一个房子，但是里面没有灯，那怎么办？白天啊里面都黑漆麻乌的，你就只要在天花板呢凿一个洞，放了这个宝特瓶进去，当日光照到这个宝特瓶的时候，自然而然光线就会透到你家。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上面呢有一块太阳能板，白天在有日光的时候蓄积的能量，当它灯一变黑，
底下的灯啊就亮了起来，所以呢你家里面也就会有灯笼。Design for Change 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最后的 Share。这个团队呢就准备把这项经验呢分享给大家，希望那些小朋友呢能够继续帮我们给推广出去。设计团队开始教大家制作简易版本，只要在宝特瓶身粘上支撑用的铁片，再加水进去，就可以有照明的功能哦。The point is, you notice it's all roof, right? It's all roof. Does the sun can get inside? So check it out first. If it's dark. Under the cover, it's dark. So we put a hole in the roof. Okay, let's see if the magic happens. So if you look at the way that the light comes in.You see the light inside? Because in the schools, the only light is inside. You see how it works? So the light goes through the water and then it bends. 它散发出来非常柔和的光线，看起来你会觉得家里面真的充满了光明，充满了希望。当然大人呢也不是闲在这边啦，他们总共也分成四个 workshop， 然后去学习各种不同的东西。他们告诉这些各地的 DFC 的领导呢，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学习更新更好的方式，让学生们呢以后更能够轻松的实践 Design for Change。 所以 DFC 不只有孩子们要学习，连大人也要一起学习哦。继续啊，回到会场看看更多各个国家的创意改变行动吧。 DFC这位来自津巴威同学做的事，其实呢就是在学校的围墙上面铺了我们台湾很常见的就是尖尖的这些碎玻璃瓶，来保护学校的安全。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没有做过，但是呢他们却很努力的募集了这么多的玻璃瓶，然后成功的自己做到。Because some of the students would just jump out of the school, banking lessons, but now they can't jump the school because the place. 他们做这样的改变，校外的小偷没有办法进到学校里面，那学校进来学校的也都逃不出去。接着就要来看看台湾队的 DFC 创意行动，幸福来敲门。台湾队的玉祥、志祺跟同学们发起幸福来敲门的活动，邀请全班同学的爸妈参加活动。当家人有吵架的迹象，赶紧请家人吃一颗幸福糖消消气，让家人知道家庭和谐的重要哦。我觉得幸福小人当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吃得下就会让家人开心一点。接着台湾 DFC 代言人沈心凌要跟大家分享她小时候如何用创意行动做了各种公益行动。她的演说主题是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弱势族群也拥有力量。I was 5 years old and I am selling the drinks to help my parents to earn money. Yeah, because they were street vendors, so we had a very, very poor life. So I thought I was the powerless. 从小出生在弱势、低收入家庭的心灵，并没有被环境打败。小学的时候，请妈妈买了她的第一台电脑。在苦学之后，从此开启他利用电脑以及网络帮助他人的公益行动哦。I set up a website called NN Free Education website. It has elementary school and junior high school all resources. And until now, it helped 5 million students in Taiwan.现场听到心灵演说的所有人以热烈掌声来回应心灵从小开始公益行动的故事哦。第一天的 BTC 国际会议告一段落之后，
主办单位还邀请当地知名的 Spin Academy 舞蹈学校的老师教大家活动筋骨，热舞一番哦。现场啊，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情活力。在热舞活动结束后，主办单位又带领大家来到当地一所小学。只见大家开始穿起围裙，难道是要来当厨师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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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整群人啊是要来当油漆工，粉刷校园的哦。你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来粉刷学校呢？你想想看，如果啊你的学校的颜色是灰灰白白，感觉脏脏的，你是不是觉得说，哎呦，我的学校好丑，好不漂亮，感觉不是那么喜欢来上学？但是呢，如果经过啊，我们帮它粉刷了漂亮的颜色，你看，你是不是觉得哇，我的学校好明亮哦，我每天都好想来上学，你就会充满了上学的动力哦。大家都努力专注地拿起油漆刷，有的刷墙壁，有的刷门窗，有的则是画起可爱的图案。这次粉刷校园是一项志工活动，目的是希望来参加会议的人们可以用身体体验改变的力量。在我们这一群啊非专业油漆工七手八脚的帮忙之下呢，整个校舍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已经焕然一新啦？虽然呐、有一点点小瑕疵啦，对不对？可能有稍微画到啦，会滴下来的，但毕竟我们不是专业嘛。不过呢，我相信啊，当小朋友呢隔天来到学校，看到学校变成这样的时候，他一定会超开心的，而且回去就跟爸爸妈妈说：“爸妈，我的学校变好漂亮哦，我每天都要上学去，耶！”哇，我今天好辛苦哦，我来超多游戏位，不过超有成就感。哇哦，这次2013 BTC 国际改变世界小推手同乐会，分享许多用创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真的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哎！你想不想也来发现自己身边有什么问题需要改变，然后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它呢？我是已经有很多点子喽。